卢台长你好，哎、啊，我想要请问我的儿子，他是八零八零年属猴，嗯，那这个法门我我我是有刚开始，那我有念了六张小房子给他，嗯，那、啊、因为这我想问说这个这个小孩子他跟我他他常常会诅咒我骂我，我知道，哎，我想要问是什么原因，嗯嗯，你想知道原因啊？嗯 是是，有什么意思呢？知道原因有什么意思呢？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可以跟他化解？每天念姐姐咒。姐姐咒，嗯，一天念四十九遍。而且前面要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。明白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真的不能讲哎，你跟你你跟你儿子的冤结深的不得了，嗯。 呃、是、哦，嗯、呃，你儿子，我告诉你，看见你就讨厌。哎、呃，对，哎、呃，<那>嗯，那，嗯，他他有他有什么？他身上有灵性还是有？有灵性，有第一有你掉过的孩子在他身上。嗯、哦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掉过的孩子在他身上。是。哎、呃，是。你不要，我告诉你这种事情，你们最好直接就是好好的忏悔，因为你说没有，他马上就搞你。 因为他们这些现在开法会的时候，他们那些灵都会在，菩萨 <是是 S 2> 也在，听得懂吗？是是你自己好好的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，因为他非常非常不喜欢你，因为你跟他前世打了一辈子了，你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吧？他 <是 S 2> 不知道啊，吵了一辈子了。夫妻关系有、啊、哎。哦。<唉>谢谢。<laughs> 你跟他，<那>而且是又恩又害，恨又爱。哦 爱的嘞，就是放不下他的，但是呢，恨的又没有办法。听得懂吗？你们大概还有五年这种日子。你如果不念经的话，还有五年。如果你念经的话，三年。谢谢。那我那我就是念节节奏四十九遍就可以了。还有念心经。心经心经要念几遍？心经每天要念二十七遍。二十七遍。而且要念给他七遍，自己念二十一遍。自念念。 呃，就是他的名字的要经者，是不是？心经哎，心经让儿子开智慧。哦，开智慧。小房子是念给要经者。那那需要念小房子给他吗？要啊。小房子有的念了，小房子你先给他念第一波，给他念二十一章。好。好吧。然后第二波慢慢念六十九章，之后你就可以七章七章念了。 好好好，七张七张。这种这种毛病对台长来讲小，小事小菜一碟了。谢谢、呃。你念了之后，你看看你儿子，<好>我可以告诉你，太多的人了。念了经之后，本来妈妈跟儿子天天打，后来抱住妈妈，当了台长的面就说、是：“哎呦，妈妈，我好爱你。”就这么都来的。谢谢。嗯、呃。感恩感恩卢台长。你先享受享受吧。 感觉感觉以后他对你很好的时候，他抱住你的时候，你会无限的快乐，因为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、嗯、感恩，感恩。嗯。